高宗垂挂，天下敌军之情可有顺利？我请父辈汇报高宗，所谓挑战者，该是拜丁。只有拜丁，人命在你眼中，就只是幸福之轻。啊，高宗。玄武真道有一个最高宗旨，你也记得是什么吗？是不妄想人命，这也是我不断定下，你也温柔之事，但你却忘了，或者你将未将信条放在心中，日思你流明风分杯之际，并不是为了应邀真心，只是为了逃避你自己的问题，代价就是人命。高宗信了我别再烦恼，口头上的承诺已无意义，不如做一个约定吧。高宗请随，天下敌军之情要一个挑战者。出现若败，你便不用回到我身边了。